斗牛犬行凶，比克斯命为。那个太恐怖了啦，我不知道拿什么啦，因为那个已经咬到那个我那个比特犬脸上都血这样子，哇，太恐怖了。好好的一只活蹦乱跳的狗，遭生性较凶猛的斗牛犬所咬伤，导致 Milky 他牙齿断裂，气管破掉，气胸、气肿、脑震荡、胸积血，目前命危抢救中。本月六号晚上，住新店的 Milky 女主人带她出去散步，铁门才一开，就冲入三只凶狠的斗牛犬。斗牛犬对着 Milky 狠咬不放，就连斗牛犬的主人也无法制止。Milky 主人想搬开斗牛狗嘴抢救爱犬，邻居也带着棍棒、铁锹赶来帮忙，试图搬开狠咬不放的狗嘴。但是 Milky 伤势严重，有生命危险。爱犬受伤，女主人非常心痛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健康的样子。女主人已经到派出所对三只斗牛犬主人提告，而那三只斗牛犬还是没戴口罩到处溜达。狗专家说，斗牛犬咬合力大，且生性较凶猛，咬住就不会松口。带这种狗出门一定要系牵绳，有必要就戴口罩，以免再次伤到其他狗狗甚至人。东新闻遛狗要系牵绳报道。